准备好了吗？第一轮是和其他的车队进行计时比赛，这次的对手可是实力强劲的皇城车队，真让人头疼。别紧张，我们会在背后支持你的。还有，我那个弟弟也在皇城队，帮我把他打趴。哼，我也把大家的车子维护到了最佳状态，剩下就看你们的了。没问题，看我的。作为我们对下一场的对手，凯莉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自从上次比赛后，我们仿佛许久没见过了吧？是啊，你应该还单着吧？是不是还每天管着小橘子，不让他好好赛车呀？嘿嘿，哥哥说了，不准早恋哦。想起来，马特当年放在我家门口的那封表白信，还是小橘子你送过来的呢。打住打住，凯莉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这儿可是赛场，大家都不能分心呢。就是不喜欢你这扭扭捏捏的样子，就是要和你玩一把才能解心头之恨。皇城车队，给我上！
特，这个新人可比你的怂样好太多呢，我开始有点喜欢上这家伙了。唉，还是和当年一样，你从来不给我留点面子。好歹你还是个队长呢，连新人的能耐都比不过，抽个时间反省反省吧。散了，大家可要认真对待，尤其是马特，你别再打酱油了，新人的胜率都超过你了，说不定我那狂傲的弟弟会上场，让他见识见识新人的厉害，再抽空告诉他一句，小橘子都没正眼看过他。你确定他是你弟弟吗？或许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弟弟，但是在他心中宁愿没有我这个哥哥吧。说小橘子车队已经暂时满员，死活不让我过去呢。原来如此。你哥哥托我转告，说小橘子都没正眼看过你。虽然这些话我不用说，你也知道吧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我和我哥哥不同，有些事他志在必得，而我只能远远旁观。时间长了，心里总会觉得痛得厉害。话说这次和你比赛很开心，毕竟有另外一个人能让小橘子稍微分点心，而不是都放在我那笨哥哥的身上了。连我们的街头组都晋级了呢。好了好了，
就算前方是惊涛骇浪，我们也会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说的倒是好听，这场全世界瞩目的比赛，就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在后面的暴风骤雨中活过来喽。Thank you.
方在海滩上狂飙，然后在山峰的边上停下来吃点烧烤怎么样？请问谁来烤？可不可以不要是我？你哼，不说了，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又是皇城队，如果你赢了就不需要你来烤。成功。耶！我们队伍真棒，我们马上就快进入到64强的决胜局了。可惜你们最多也就到这儿了，因为你们下一个对手是我们主力队。之前白晓峰就已经探明了，你们的实力好不到哪里去。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挥全力。凯莉，我们的新人论实力可谓超前绝后，劝你别太轻敌了。还有马特他很关心你，说了比赛后一起去聚餐来着。真的吗？我可要看看我的时间，但有空一定来。哎，小橘子还真被吓住了，我哥哥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看来这场比赛一定要赢才行了。
过现在还不是说给你们听的时候，专心比赛吧，我期待你的表现。Charlie, put his boyfriend in a group.